其实从老人当时的状况来看，那肯定钱不是他攥走的。对，如果我爸当时知道他卡里没有钱了，他怎么会带着我们到银行去取？又怎么会在得知他卡里只剩6.26块的时候，当时人就不行了，就口眼歪斜，口水直流，就这个状态。我想现在那个银行转账记录你都能背下来了吧？嗯，可以。那你觉得这一笔笔账都转给谁了？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11月，分5笔转给了3个陌生的账户，其中最大的一笔是29万，最少的一笔是7990元。陌生是指你不认识，还是你父亲也不认识？这三个陌生的账户我们都不认识，我爸也不知道。现在就是卡里钱全转走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钱是怎么转走的？我们也纳闷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爸自己也不清楚。之后我们就找到了银行，找到了银行，当时是他们行长接待的我们，之后提到了一个人，是他们的员工，叫刘万忠。之后跟我说，刘万忠这个人一直都是帮我爸办业务的，我爸的钱也是被他转走了，但是刘万忠已经离职了。他说这件事跟我们银行没有任何关系了。你爸承认认识刘万忠吗？我爸认识他，但是因为他是银行的职员，他就是在银行办业务的时候认识他的。那现在银行说你附近的存款没有了，你们怎么想？我们觉得这个存款没有了肯定跟银行是有很大关系的。首先就是老人来到你银行存钱，他相信的是你银行，办业务的又是你银行职员，不能说现在出了问题了你银行就一推365啥都不管了。真的，主持人，现在说起来我爸的死我心里也特别特别的难过，但是我觉着我得振作起来，替我爸能够完成这个遗愿，帮他把存在银行的钱要回来。那是我们家老爷子一辈子的钱，凭什么存到你们银行你们就给我们弄没了？今天你来到我们节目诉求是什么？我要求银行大连湾支行为我父亲龚喜高因为脑出血而死亡进行人身损害赔偿，并返还我爸在银行的存款46.7990元。